呢度唔系 fan club， 唔系战场，只系我哋都中意睇 TVB 啫。好讨厌 TVB， 冇问题噶。呢度唔适合你咯，唔好浪费时间啦。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搵交嗌嘅咧，麻烦醒而欲步去第二个平台啊。若果你对呢个平台有好多疑问咧，连我网站啊，为你精选咗几集节目，可能帮到你噶。TVB 下个月台庆啦，飞天爷爷到依家咧仲未系好识分咧，点为之台庆月啦？到底系咪要到十一月先至为之台庆月咧？台庆剧又点搞呢？即系即将播出嘅两套大剧啊，同样系合拍剧，分别系《巾帼枭雄之悬崖》同埋《黑色月光》。《巾帼枭雄之悬崖》咧就将会喺10月21号咧就接棒《企业强人》8:30呢一档嘅。至於9:30嚟講嘅話咧，就同樣都係10月21號咧，就會先播出《廉政行動2024》，只係有5集嘅。咁啊，據報之後咧就會播《黑色月光》啦。咁啊，到時兩套合拍劇咧一前一後，雖然時段唔同啦，咁但係同樣咧係可以俾一俾個收視啊、口碑啊，製造話題嘅。加上兩套劇嘅女主角咧都好有話題嘅，實不相瞞啦，《巾帼枭雄》咧3集咧我1集都冇睇過嘅，咁啊淨係知有柴九啦，有四奶奶啦，咁啊開拍第4集啊，《巾帼枭雄之懸崖》咧睇鄧瑞文嘅新聞咧反而係更加多嘅，咁啊可惜咧最後 TVB 同鄧瑞文咧都係有緣無分嘅啦，除咗《巾帼枭雄4》啦，仲有《多功能老婆》啊，最後咧都係合作不成啊。咁啊，擾攘多時，《巾帼枭雄4》嘅女主角最後咧就落咗喺胡定欣身上。翻查翻資料啦，第3集嘅《巾帼枭雄之喋血長天》啊，女主角係胡杏兒，咁啊亦都係喺 TVB 咧最後一套劇嚟嘅。2013年嘅收視咧話好一般，平均咧只係有20点啊。有趣嘅係咧，原來當年啊1個禮拜係播出7日嘅，第1個禮拜6咧只係有14.9添啊。嗱，全世界咧電視收視咧雖然就話整體齊咁樣逐漸下滑啦，不過2013年錄到呢個數字咧，喂，我相信都嚇死好多高層噶啦。或者因為第3集個反應咧，喂真係唔掂啊！大家都期望啊，第4集鄧瑞文可以同黎耀祥咧合體再創奇蹟啊！最後願望落空咧，心情係可以理解嘅。飛天爺爺都中意睇鄧瑞文嘅，咁但係既成事實啦，不強求不強求，你仲喺度永遠等候嘛？胡定欣我都中意嘅，尤其睇佢演一啲咧即係冷冰冰嘅角色咧，例如上次破毒強人啦，同埋廉政追擊呢一類嘅人物，咁啊冇睇過《巾帼枭雄》啦，要我追翻之前嗰3集咧，真係有啲難度嘅。咁既然有新嘅咧，當然就睇咗新1集先啦。《黑色月光》嘅女主角楊善瑤啊，我都中意睇佢做戲嘅。我知道又會有人講就個個你都話中意嘅啦，唔係嘅，我冇提嗰啲咪唔中意咯。再加上有佢家姐楊卓娜，楊卓娜做戲又係好正嘅。兩姊妹我都想睇下啲咩火花，所以咧即係我預計咧月底咧就會好唔得閒嘅啦，東張西望之後開始咧就會一直睇落去嘅啦。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啊，《巾帼枭雄之懸崖》，再到《黑色月光》啊，真係好唔得閒。好啦，嚟到呢一度咧，可以話俾大家知咧，都未係今集嘅重點。今集其實我最想講咧係今年 TVB 嘅頒獎禮，到時點算？兩大合拍劇對打咧就已經夠花生嘅啦，咁但原來咧暗藏爆谷啊！有傳楊善瑤同埋胡定欣咧喺《大唐雙龍傳》嘅時候咧，因為爭下吳卓羲咧反咗面啊，咁啊後嚟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0年上面咧，個鏡頭咁啱就影到楊善瑤咧就疑似咧用個膊頭啊撞完胡定欣之後再瞄一瞄佢啦，然後就另一面唔望佢啦，就望住徐志山一路傾偈。
咁即刻就傳出咧兩個人，原來咧就已經不和好多年嘅啦。雖然事後啦，兩位當事人都喺微博嗰度救火，澄清咧其實係冇不和嘅。咁但係對於一班花生友嚟講，邊會有用呢？嗱，今年嘅時候咧，肯定就爆到上宇宙噶啦。但係楊善瑤同埋胡定欣咧就已經夠好睇嘅啦。咁如果換上係鄧瑞文嘅話咧，情況又點呢？或者大家都留意到啦，楊善瑤啦、胡定欣啦、鄧瑞文都好啦嚇，同樣咧都係翻娘家嘅藝人嚟嘅，情況咧同上一年啊新聞女王佘詩曼一樣啦。嗱，一嚟咧演技精湛，攞獎咧都毫無懸念噶啦。咁再加上咧係翻娘家拍劇啊嘛，喂，佢哋其實可以唔拍嘅喎，俾足面 TVB， 喂，唔係連一個事後嘅光環咁樣嘅回禮都唔俾我係嘛？大家不妨參考一下當日的鐘嘉欣啦，《星空下的人衣》雖然咧就攞咗馬來西亞最喜歡 TVB 女主角啦，但係始終啊都係失卻 TVB 嘅時候嘛。佢喺台上面嗰番説話啦，之後火速貼出世一歌迷送俾佢嘅禮物啦，又讚世一啦，又話聽咗好多新歌啦，之後更加錄咗一段短片啦，就讀翻咧其實當晚咧佢預備咗一份嘅致謝詞嘅，佢根本諗住翻嚟咧就係有獎攞嘅，所以你話俾我知佢冇嘢嘅話咧，我真係有少少保留，咁但係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喂，我翻嚟拍劇喎，山長水遠翻嚟，唔係唔俾我啊？點知你真係唔俾我？上年一個佘詩曼就好似當年咧金像獎啊，只要有蕭芳芳一樣咧，個獎都知邊個噶啦。但係今年有兩個，即係蕭芳芳鬥陳寶珠，你話好唔好睇先？咁但係換一個角度咧，假如每次翻娘家拍劇嘅話都有獎作為一個回禮嘅話咧，對於現時一班合約演員咁點算咧？喂，我做得再好都好啦，我攞獎嘅機會咧真係微乎其微嘅喎。咁樣怕唔怕會變成 TVB 嘅潛規則咧？假如有咁樣嘅潛規則嘅話嚇，鄧瑞文若果真係拍得成《巾帼枭雄四》咧，咁佢攞事後機會真係大到不得了嘅，幾乎贏硬嘅。咁到底今年有鄧瑞文好定係冇鄧瑞文好呢？咁到時會唔會更加好睇啦？即係我指啲花生啊、爆谷啊。喂喂喂喂，又講 TVB， 有冇其他嘢講㗎？有，嚟我另一個 channel 啊！是這樣的飛天爺爺，連結就喺今集節目結尾嘅畫面左下角就見到㗎啦，記得訂閱喎。Hello， 假如你鍾意飞天爷爷嘅节目，欢迎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啊！但假如你憎死飞天爷爷同埋佢的话咧，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啦。订阅之后记得揿埋个钟仔，下次有节目更新咧就会通知你噶啦。睇完不妨俾个 like 支持一下。又假如你可以分享俾朋友的话咧，就系对飞天爷爷最大嘅支持啦。唔好做标题党，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同埋删除留言，敏一俾飞天。爺爺錯手殺錯良民咧，唔好意思啦，跌入黑洞嘅名單係冇辦法救翻出嚟嘅。有興趣的話，不妨關注埋我嘅社交平台啊！